同学们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夺金的一个双连发发令器直响声音辐射弹。那么接下来呢教一下大家如何操作。首先呢我们需要把这个闭锁开关给它按一下，弹起这个发令舱，弹起之后呢这两个孔洞里边放进去咱们这个发令耗材，也就是发令弹。放进去以后直接往下按压，按压下去以后把后面这个击锤往下一拉啊，拉起来之后它就会自动卡在这个位置，直接打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声音，3、2、1。喜欢的老铁呢可以在主页的小件里边直接下单，记得双击加个关注。